特别感恩饱满吧。青春里面最难忘的第一次是什么？第一次穿高跟鞋走秀。那初恋是什么时候？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。因为爱第一份爱嘛。还记得第一次心动吗？就是拥有第一只宠物的时候的那种喜悦的心动。坦白一个青春时期的小秘密。想成为一个作家，没当成。青春里听过最伤人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不好好读书，就只有像游天一样去出国。青春里面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？无怨无悔。最疯狂的决定？毅然决然去纽约做模特。如果重回18岁，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想告诉那个时候的游天一，做你自己就好了。青春时期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呀？没有浪漫的事儿，浪漫的事我还在期待之中。青春时期就是你带着你18岁的爱情观，跟你现在的爱情观变化大吗？大，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想结婚的人，现在也想结，但就是更爱自己。什么时候决定将模特作为终身的职业的？我到现在都没有决定说把模特作为一个终身的职业，它可能只是我这一阶段最适合我的职业。你认为模特这个职业是一碗青春饭吗？不是，只要它是一碗好饭，好饭就不怕晚。现在跟你来说，对未来职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？目前来说，我想把模特的这份工作做到认真努力的去做好它，想尝试一下做一个演员，有机会的话是能够演到自己喜欢的角色。